I'm Willis. I'm 12 years old. 153 cm. 34 kilos. Thank you. Popcorn 有两位同学来助阵，来，这两位呢，我很眼熟，你还记得他们吗？我记得文轩。哦，你是记得文轩，我记得是盛恩，因为他们其实哦，之前海选有来参加过，还记得吗？海选的时候，孙华老师，我们在那个孙华老师，我们在有一天录影录到三点多那次，对。哦，我刻意淡忘，我已经录到三点了。那个是快要将近1000人，然后慢慢这样子，评审根本都在乱评。不，今天两位来特别来助阵 Popcorn， 对不对？听说当天先讲一下，海选对小朋友造成很大很大，不要说是影响，而是激励，是不是？所以从海选被淘汰之后，你是不是加紧练习？你有怎么加紧跟大家讲？我就一直练习，一直练习，想要。慢慢讲，不要哭啊！没有哭，他是
他是兴奋、哦。我想要变得更好。哦，没关系的，因为知道知道，因为以前我就被淘汰了，然后我想要一直练习，然后就以后要变得更强，变得很好。哦，我记得了，我现在看到你，我看到你刚才的站。